一杯透明液体想让一张白纸在大火里烧不起来，又想让测试者安全逃离熊熊大火，他究竟能做到吗？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隐形妙计。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孟华老师。彭老师，欢迎您。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2014年1月11号，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掉了香格里拉一座景区的古城，非常惨痛的，特别可惜啊，真的是水火太无情了。这种木建筑呢，一旦引上火，它就容易连成一片。这个间房子着了，它边上那间房子呢，也会很快的着起来。一旦着起来，确实很难去控制这个火情。今天我们发明人呢，能够让这个木头遇到火之后呢，不迅速燃烧起来，它究竟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发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一下它。2014年1月11日凌晨，大火让香格里拉四方街一夜之间化成了灰烬。当各界人士为曾经的人间天堂惋惜难过的时候，一觉醒来就无家可归的当地老百姓更是担心，这样的火灾还要发生多少次？难道就不能更好地保护这些古迹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吗？2015年4月，我们的记者来到迪庆州，想探寻下重建中的香格里拉究竟有没有找到防止火灾的好办法。你好，你好，师傅，打扰一下。哎，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这是在施工重建这个香格里拉景区这边是吗？哦，是。啊，这是您自己的房子啊？是，全部在重建。全部在重建、啊。现在基本上完了。基本上完了。嗯。您这是喷什么呢？这是喷油漆啊？不是油漆，这个是一个新式的一个阻燃液。阻燃液？哎，对，它是防火用的。防火？哎，对，防火防腐。就是防霉。哎，对，防霉。那边都已经刷完了，我觉得挺好。然后我们家也刷。你家也开始刷了、哎、啊？是这样子啊、哦。是这样、哎。我们是那个《我爱发明》栏目的中央电视台、哎，我想呢，就是联系一下这个发明。我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这种像水一样的液体真能起到防止木材着火的作用吗？拿到联系方式后，记者马不停蹄来到苏州寻找这个发明的主人。应该就是这里了。哎，你好。哎，你好，请问孟凡茂先生是在这里吗？啊，是的，这是我们总经理，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是我爱发明的、哦、我想过来那个了解一下他的一个发明，叫阻燃液、哦、是吗？是的，阻燃液。终于找到了发明人。你好，啊，打扰一下，不好意思。发明人孟凡茂，发明项目新型阻燃剂。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的。说明来意后，记者迫切想要见到阻燃液。我现在就带你看一下我的发明。行，我都这么神秘，在哪里呢？我都准备了一下，你看。哦，就这个呀？这里面是宝贝，我现在叫它神水。哦，就在这个里面是吗？对，我能看一下吗？你看一看一看。我不给人看是吧？这什么呀？就是水啊，透明的阻燃液。能有效果吗？就是要它透明的，就是靠它来防火的。对，盛一杯出来看一下。好，看，像水一样。哦，无色透明，无味。哎，这怎么跟水一样？它真的有那个效果吗？我怎么有点……所以说我叫神水啊。神水。嗯。啊，味道也不是特别。没有，加了一点阻燃的成分嘛。嗯，有一点点味道、哎。它真的有那个效果吗？我现在比较关心这个。我觉得我们只能试一下喽。
由于对这杯透明液体能让木材防火十分质疑，记者也提出要现场做测试，眼见为实。为了客观公正，我们请附近居民来出题。孟凡茂的阻燃液能经得住这么多人充满想象力的考验吗？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什么实验？我们两个木板，一个处理，一个不处理，我同时吊在火堆上，看看它的效果。哦，这么大的火都能防得住？我相信应该有这个信心，但是最后结果要看实践。我能看一下你处理过的木板吗？对，可以啊。啊，这两块是吧？对。哦，这就是两块木板。哪个是处理过的呢？我看一下。哎，你能分得出来？应该是这个吧。是的。啊，这就是您用阻燃液浸泡过的，它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看着，但是它不影响木材本身的这个材质的颜色。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透明的液体，对，它能防得住这么大的火吗？我相信能。相信能。对。那咱们守着大火烧一下。好。好。画面左侧木板经过孟凡茂阻燃液处理，它真能扛得住火烧吗？应该会烧到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木头嘛，而且它这个木头还是比较容易烧着的。它那个木头如果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两个都烧不着了，要不然就两个都烧着。你觉得呢？我没见过这个阻燃液什么东西，我得亲眼看一看。亲眼看一看。对。行。600级，烧了。怎么弄的？你看已经烧了。看了啊，已经着火了吧？啊靠！哦，左边那个已经对对，已经着起火了。处理过的那一块、那个、没有啊？没有，一点火都没有。没有哦，我们看它能撑多久吧。哎呀，你看，全部着起来了。我们要不要再加点火？可以啊，再加一点好不好？可以，再加一点。啊，我应该有信心。它这个已经着起来了。万一烧着了怎么办？这么多人围着。你这样说，我心虚啊！万一烧火就烧着了，我真的我还有信心。有信心，好，那咱们看一下。你看这个已经，你看全部起火了。哦，普通的这块木板。你看，对啊。左边的这块木板啊，底下已经有了那个碳化。有火苗了。然后就是碳化嘛。阻燃定义中，一旦有火焰蔓延，便被认为是阻燃失败。这个已经烧起来了。哎呀，这个火在中间啊！怎么样，这个火满意了吗？还是可以的哈。你看，这上面已经烧了，看了。高啊，温度。多少了？1000多度了吧？760。760元啊！啊天哪，我都感觉我快被烧着。它呢，这个也会起一点火，但是它会自动灭。我们达到阻燃的效果，就是。火焰离开自动就灭了。加一点火，我就不相信那个烧不起来了。加火，我就不相信那个烧不起来。这个好，再加再加。你看左边那个，已经一圈都烧白了。底下这已经碳化全部没了，这还是硬的，看到没有？等我们看里边，木头把这灰刮掉，木板还在。燃烧20分钟后，究竟这两块木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啊，好奇怪啊！这那边烧了一半了，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只是发黑，啊，就是奇怪了，好纳闷呀、啊。我感觉如果说等会儿两块木头一起敲一下，然后那块也能碎，我就敲一下。嗯，它里面是不是还有木头？拿下来敲一下啊，有点烫啊，有点烫，慢点，有点烫，哦，那就手烫，特别烫，那个还烧着呢。来，啊，先看哪一块？先看那一块吧。好不好？可以，已经完全碳化了。把它敲碎，能不能敲碎？哦，这烧的慢，这已经烧透了，烧透它。这个掰一下，看一下里边已经碳化的很深了，它已经烧到里面了。你看这个长度，原来一样长的。来吧，咱们看这个吧，这个才是大家最关心的。我看一下啊，这个上面其实也已经有一点裂纹了，是不是？我想看的是里面还有没有木头啊，就是有没有烧到里面去，看看是不是会是个踢板啊。不要说是一块踢板，那当然烧不着。好，刮开看看，得刮开看是不是木头，对吧？啊，拿个螺丝刀，我想看一下它有没有烧到里面去。既然大家都关心啊，我来刮吧，好不好？哎，好，跟着说，对，这样是吧？对。哇，这个也烧掉一点，你看表面这个也碳化了一部分，你看是木头吗？拿这个吧，这个好刮一点。能看到木头吗？是铁吧？
是不是铁啊？好像铁的声音。不是铁吧？你不会拿铁出来给大家烧吧？铁刚才能着火吗？如果是铁的话，对不对？木的声音你知道了吧？这个效果蛮好。看来真的是木。除了这个木头以外，如果说给你块毛巾，给你块布，你能不能同样的效果呢？木板的阻燃效果让大伙儿意外，不过有人提出用更易燃的布料做测试。孟凡茂，感应站吗？谢谢大家。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试一下？床单毛巾啊，床单，毛巾。那我回去家里拿一下，好不好？咱们过来让他给。可以啊。哎，我家里刚好有一块布，给我拿一下。好，万一等会儿人家拿出来你给烧着了怎么办？我相信也没事。相信没事啊？他是只能试验。拿了些什么？我看一下。毛巾。毛巾。最常用的毛巾是吧？这块破棉布。破棉布。湿棉的。你这呢？手帕。都是织物的是吧？织物类的。行，那试一下，敢试一下吗？敢。有信心啊？就在这里面是吧？对，叫阻燃液。阻燃液。好，先哪个来？手帕来是吧？现在它要吸完之后啊，要晾干。经过阻燃液现场浸泡，等待约40分钟后，三块布干燥完毕。它们真能在火里变得难燃吗？我觉得有点悬呢，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悬，这个东西很容易烧着了。肯定的。我觉得那个手帕呀是化纤啊，化纤的这个东西特别容易烧。木材它即便刚才那块处理过的表面都碳化了，这个又那么薄，肯定很容易烧的吧？我也觉得你们烧最容易烧透了啊！看来你们这出难题是有备而来的，是吧？就那个应该是常识吧？怎么是难题呢？对吧？这个呢，遇到火灾了是吧？这个的话，家里有什么东西就烧什么，这个根本就不管你什么，不可能是专门去处理木头吧？对对对，大家都对你不看好。我觉得有一点点效果。但是呢，你要说完全烧不着，我觉得我也不信。我认为烧不着。你认为烧不着？行，等会儿看，好吧。我们现场烧。好。阻燃液处理的手帕，真能扛得住火烧吗？这个也能烧得着。哦。烧不着，烧不着。你看没有火。熏黑了。对，它熏的熏黑嘛。再往火中间靠一点。如果是窗帘的话，早就着了吧。我可以把它直接放到里面烧吗？可以。没有明火，没有火。没烧着。对。但是它已经被熏黑了。碳化。碳化了。对，这个很薄，更容易碳化。啊！烧着了，烧着了。没有。哦，没有，没有。燃烧10分钟后，手帕全部被碳化，但仍然没有火苗。如果是普通手帕，遇到这样的烈火，会是怎样的下场呢？有没有手帕？我有。好，拿过来，我试烧一下，试试看。咱们看一下没处理的手帕烧起来是什么效果？你烧还是我烧？你烧你烧。相当一样啊。看一下没处理的。哦，这个是有火的。好有火啊。这个就烧没了，变成白灰了，看到颜色，白颜色灰了。那咱们看看这个，它也被熏黑了。刚开始完好。但它还是有手帕的这个形状在里面的哈。所谓阻燃成功，是指火焰不会蔓延至上部以及物体边沿，更不会引燃周围物体。如果将木材、纤维等易燃材料成功提高到难燃级别，火源就会在这些材料上自动熄灭，能降低火灾发生的概率。接下来，阻燃液成功让毛巾、窗帘也扛住了大火。不过，不能高兴太早，有人提出个更有难度的考验。有没有什么餐巾纸拿过来？怎么了？试试看。哇，还有。纸的话，我觉得应该难度更大吧。我想应该是。纸啊，有试过纸吗？纸没试过，没有是吧？那试试看。我这里用你的药水在现场冲。那什么纸啊？那个餐巾纸啊。纸那个最容易烧。哇，您这是专门过来出难题的是吧？纸的话，好，这个烧起来是更容易烧。更容易烧。也就是说，你阻燃的这个难度会更大。理论上是这样的，我没试过。纸是真的有点。你现在叫我说，
完全自信，我还真的不太敢说。只是真的有点难度，您这个问题出好了。看看纸能不能包得住火、啊。只能包得住火啊！哎，您这个议题不错啊，说这下是给你出难题了。如此单薄的一张纸，十分易燃，阻燃液会有效果吗？40分钟后，纸张已经干透了。究竟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就看这一张纸了，好不好？我还心里反正不敢，没有这种。不要哆嗦，不要哆嗦，没关系，咱们试一下哈。来，这样吧，因为纸这个特别容易烧，咱们看一下普通的那张纸是怎么点着的。这样，先看一下。你自己点一下好不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打火机烧的。打火机烧。普通的纸这很容易点得着嘛，对吧？这就不用那大火了，不用大火了。对，这一下就点着了。这张是咱们刚才用那个药水泡的啊，现在就看一下它能不能点得着。你小心一点啊，看这张纸能不能。这么大了，风太大了。哎，有点效果吗？好。哦，还是好，着了。还是烧的着。着了，着了，着了，着了。这就问题了。刚开始还以为有效果。是的呀，这个就是烧着了。怎么会烧着了呢？确实太难了，你不行啊。要让纸变得不怕火烧，这一下拦住了孟凡茂。实际上年过半百的他完全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可却偏偏因为一则大火新闻而搞起了发明，还把积蓄都投了进去。其实吧，我30岁之前开始创业，在之前呢还算比较平顺的。公务员五十岁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反对，那当时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想做更大的事儿。结果呢，做了那么几年来，很平常。很多这个原来就是这种认为看不看好的，也觉得讥讽我说你看这还是这么样的。但是呢，我就不服气，我想用什么方法来证明给他们看。也要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他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家人的极力反对，老父亲甚至下火要跟他断绝关系。可孟凡茂执意要做，而且一耗就是3年。如今好不容易做出的发明又败给了一张白纸，对他的打击确实不小。不过孟凡茂没想过放弃。做不好放弃了，不是更人家更有笑话。他一头钻进实验室，调配了好久之后发现，阻燃液之所以不能让纸阻燃，是因为纸张内自然留存下来的阻燃液太少。如果加入渗透剂和络合物，就能让阻燃液更充分的渗透并存留在纸张内部，这样不就可以让纸也变得难燃了吗？化学就是这么神奇，丝毫偏差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这一次孟凡茂能让白纸烧不起来吗？看来大家已经等好久了。我应该有信心了，这次如果纸能包着火呢，也是创造奇迹了。30分钟后，纸张完成了现场处理，这一次它会被点燃吗？谁来烧？我来，你来烧，把这张纸究竟能不能烧得着？魔术一刻啊！看好了，看好了！大家看，我要烧了啊！有火吗？没有啊。变了颜色了。谁给我们大一点打火机啊？来，我这个火苗的打火机。对。哎，你看这个处理了以后还看起来有进步啊。可能是火力不够，跟着可能是火力不够是吗？我想找大一点的火，有没有？大的，有的，走。那我们大火了，喷枪。这个好，就是那个好，对对对。哦，你老师傅你烧吧，哎，好，哎，好。哇，这个火大！这个厉害，这个火包住了。哦，火！这个火倒是。哇，我都看到那个纸都变成了红色。哎，对，这个温度高啊。这个都没火。哦，你看。
啊、不是，你看这个位置的纸全变成了红色。对。这个火这个厉害，真的是大火。哦，你朝这边再看看啊，行不行？啊，我再试试啊，肯定没问题。这么直接啊？哇，它不起火。这个，对，这个这么几天不见，好像已经是有点进步了吧？哎，这个进步大了。好好好，谢谢，我的努力，我的努力。好好好，不错不错，努力有回报，感谢大家支持。若是一张普通纸，在800度高温的喷枪面前，早就化为灰烬了。嗯，哦，没了没了。孟凡茂发明的阻燃液属于水基型磷酸盐。它受热会迅速产生一层碳膜，将燃烧物与周围的氧气隔绝，同时反应过程中分解出的一种游离基会迅速捕获周围氧气，降低氧浓度，能有效避免燃烧的连锁反应。不过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因为之前咱们烧的呢不是木头就是布料，火灾发生的时候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是人。对对，我想知道您这个东西对人有没有帮助？防护，保护。对，我现在也应该有一定的效果。消防员是不是？要不你这样吧，要不这样，我来自己试验一下，给你们看。怎么试验？好，怎么试验？怎么试验？做一个震撼的。震撼的实验可以吗？什么震撼的实验？不是。你干嘛？不是，您这挽袖子是什么意思呀？试波上阵。啊，怎么做？手上。我的火焰，刚才咱们看到火焰喷来来喷，这个能行吗？不不不，什么意思？就是把刚才那个阻燃液喷到你胳膊上。啊！火焰喷来，将刚才那个火焰来喷。哦，那个火焰哇，800度的。那个火枪的温度有多少？800度啊！800多度啊！他把自己搞伤害了。对呀。啊！玩大了吧？这有点玩大了吧？要不然咱拿什么猪皮什么的试试吧，还是不用不用，我自己喷我自己。行行行，我相信你，真的是啊，真的没有见，真是。加油加油，大家加油！800度高温，稍有差池，最轻都会灼伤手臂。而亲眼看到喷枪在猪皮上的烧伤力后，现场更是陷入一片混乱。可自信十足的孟凡茂，坚持要试。你可得心里有数啊！对你这个，哎，我对，哎，我在，我这边放个毛巾，啊，放个效果，大家都比较担心的。哎，我是属牛的，用牛皮试。毛巾啊，直接喷啊！哦，这还是。这边放个毛巾，好不好？好，是不是这个？行，对。哇，这太危险了！哇，这个。这个火枪有800多度哈。哎，对对。啊，你自己让一下。对。啊。我喷了啊！啊。啊！哇！我闻到臭味了。哎呦！不疼吗？不是不是不是。你挪开挪开，我摸一下。大概比洗澡水热一点，这洗澡水差不多。有一点点温度。温度啊，这有一点点温度。这太夸张了。热里了。啊。不不，你得，你确定？哎，我这不假吧？这个假。啊？我不是玩魔术吧？啊？这个真的是，我看快喷干了。谢谢。可以了，哥。虽然挑战成功了，但这样的以身试险，我们不鼓励轻易尝试。刚松了一口气的孟凡茂并不知道，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开始。做了这么多材料测试，我们最终目的其实是想求证，孟凡茂发明的阻燃液对木楼防火究竟有没有效果。在我国云南、贵州等地，老百姓喜欢建木楼自居，而这些堪称奇观的木楼村寨，又大多是珍贵文化遗产，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可往往天不遂人愿，这样密集连片的木楼村寨里最容易发生火灾，
而且一旦有了火源，电影里火烧连营的场景就会真实的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整个寨子一夜之间就被烧没了。可偏偏这么重要的防火区却找不到合适的阻燃方法来解决。传统阻燃方法对环境、人体都有危害，且大多都不透明，涂上去会改变古建面貌。因此，能在不改变建筑颜色的前提下，实现房屋的低成本阻燃，成为好多人的愿望。而也正是这个原因，开启了孟凡茂的发明梦。后来看，确实，是当然现在没有现成的，就能既能防火，又能保持这个房子的原貌，因为这个它也是民族风格。那我就决定，我来能不能攻克它。那么，他的攻克会有成效吗？我们现场搭建两座房子做防火测试，其中一座用孟凡茂的阻燃液处理，找了一块大面积空地，并请来消防队，保障安全。左侧为普通木房，右侧是阻燃液处理的木房，他们能逃得过今天的大火吗？好，现在咱们就把稻草铺好，马上就点了。马上点，可别那个，您的房子比人家普通的还着得快啊。那肯定不会的，难燃。难燃，一定难燃。一定难燃。咱们里外一起烧。对。看哪个能够扛得住。肯定他先着。肯定他先着。那毫无疑问的。啊，你这个能着得起来吗？着不起来。万一着。难燃就是着不起来。难燃就是着不起来。对。那房子能保留原形吗？肯定保留原形啊，它着不起来啊。可能这个快一点。这个快一点，它打的要点，也都可能慢一点。可能慢一点，我估计是一样的。你估计是一样的。对，就要看火势的大小了。啊，这么对他没有信心？我有信心，咱们就看实践。看看效果。你说的再好听嘛，也，就是真金不怕火炼了。一定要你不要你不去，眼见为实。眼见为实。这我同意。咱们马上点，好不好？好，马上点，给他们看看事实是怎样的。对，就要事实来说明。好吧，来铺大草。为了让双方火力相当，我们认真检查了屋里屋外的稻草量。好，要多放一点，跟着一样呀。咱们监工的是吗？不能放比他再多啊，这个对我就不公平。我觉得那边多这边少。啊，行，那再放点，再放点，好不好？因为这个既然是阻燃了，你这多放一点。哎，好，没关系。一个要求是这样。再拿点，再拿一点。万一他真的烧不起来，我多没面子，对不对？好。哎，也是。房子、稻草、消防车已经全部到位，现在神奇的时刻到了，是吧？三二一，点火！没到五分钟，现场火势已经迅速窜起来。难以想象，若是有人居住，后果真是不敢设想。烧起来了，烧起来了！我们看哪个先着啊？那边的房子变黑了，有火苗了，可以看那底下那个缝隙，已经那边应该也着起来了。看一下，你看，你看，过来看，这边几个板，啊，全部着起来了。这边，这边好像火挺大，也着起来了。啊，你看，你看那边，那边上面也熏黑了，那个里边也燃起来了，对，里边也都着了，都着了。你看，你看那个板边全部着起来了。咱们在这边，你看。所以说这边特别容易着火。这边并非没有火苗喷点。也有的，也有一部分。啊，有。哎。正当孟凡茂自信地描述着两座房子对比效果的时候，记者在他的房子上也发现了火苗。这个外边是不是有一点火苗了？哎，没，应该没有。我真有一点。啊，那个已经烧起来了，是吧？那个快，那个烧得快。这个还烧不起来啊！啊，天哪！哇，这火！离远一点啊！这个。哎，我的天哪！啊！哦。你两个靠后。哎，这个怎么也着起来了？我天哪！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吧？着了。我也觉得这个房子，你看，它
它好像里边看着还凑合，外边是不是有火苗子？你看那个侧面。不应该啊。嗯。不应该啊。不应该啊。我说你是平板。怎么回事啊？哎呀，如果这样烧下去的话，它也会塌的。虽然阻燃液处理过的房子着火速度是慢了一些，但最终它还是和普通木房一样，在熊熊大火面前妥协了。这怎么回事？你看，哎，塌了那个。未经处理的房子挺不住，先倒下了。现在真的很纳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对。等那个烧完之后，看会不会自动灭掉。我觉得它都会塌的，我觉得不会，这个恐怕即使烧着处理之后也不会塌，我认为。是吗？对，我感觉已经太塌了。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把这个火能够扩展到这么远，看它的背板跟侧面已经有大火苗了。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是纳闷纳闷，我是真的是现在想不出道道。哇！现在好了。哎。失败了。不敢不敢想象，不敢随意。怎么回事啊？阻燃液处理过的木房最终也轰然倒塌。这样的打击，真是让此刻的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孟凡茂望着一堆灰烬，久久沉默不语。几年的努力，难道真要白费了吗？再想想到现在都态度冷淡的老父亲，孟凡茂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过这一次，他没料到的是，父亲竟然会从老家跑来看他，还带来了他最爱吃的馅儿。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背着我们家乡的那个杏子给我送过来，这是真的真的，我都岁了，将近100斤的杏子在火车上给我送来，这个就是我真的是什么感动。对老父亲的热烈支持，在你被发现的过程当中起了什么作用？那是很大的动力。一盘棋让孟凡茂明白了，老父亲虽然担心他搞发明，但更不希望他做事半途而废。送走老人家，孟凡茂决心再试一次。他立马调查失败的原因。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刷完阻燃液当晚下过一场雨。孟凡茂瞬间茅塞顿开，一定是雨水冲刷掉了木板上的阻燃液。可既然要刷在房子上，怎么能经不起风吹雨打呢？他又钻进实验室，决心要让阻燃液变得防水。经过多天测试，孟凡茂终于调试出一种新型阻燃剂，且准备再试一次。究竟成不成，就看这一次了。两座房子已经搭好，左侧为普通木房，右侧是用阻燃剂处理过的木房。而这一次，为了考验改进后的阻燃剂是否防水，我们特地用消防车模拟大雨来冲刷房子。阻燃剂还能有效果吗？今天不会再像上次一样的结果了吧？肯定不会。你确定？确定。那我真的点了。让我们共同见证神奇的时刻。好，来，3、2、1，点火。离远一点，离远一点，好吧。看看今天这两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命运。你预计呢？我预计是会烧着。你预计两个都会烧着？没有，我希望它成功了。肯定烧不着。肯定烧不着。未燃一粒。大火烧起来了，可为何右面的房子火势反而更大呢？阻燃剂又出问题了吗？这个稻草着得快啊！目前来讲的话，两个房子是不一样。你看，你看，已经开始起火了，已经有火苗了。你看，木板已经着了，烧起来了。再看看后边，
哦，你看这个稻草燃尽了之后，好像木板没什么事。木板没事吧？木板好像火没有烧上去啊。哇，火是越来越大了。这风一吹的话，火是更大。你看，烧透了，里面也着了。现在效果，你看这个吧。你看这个板烧的啊，这个板已经着了，对，着了，已经还是安全一点，对，这里面都烧起来了，变形了，对，那这个板变形了，你看里边、上面啊，对，那里面啊，快点，我们闪开吧，厉害，有点大了，哇，太恐怖了，那个要倒了，我们走过来一点，要倒了，那个房子，不要到下风口再。这个效果看看，好，那个房子要倒了。这个效果，这个很明显了吗？今天我没有吹牛啊，小伙子，老师傅，没有吹牛啊，真是没吹牛。倒了，这是不是神奇的？嗯，这个效果出乎意料啊。嗯，不错。看来你这一次的改进真是有效果。快塌了。它怎么做到这么硬呢？你看它都，它就阻燃处理之后达到难燃嘛，难燃火源离开没有了，就烧不起来。那大家就是能见证的。正在大家以为效果不错的时候，突然状况发生了。倒了，它已经倒到你的房子上了。哇，有，没怕，应该不怕。它倒到这边这个房子上了，起火灾的时候。这个情况有可能。旁边的房子就倒过来了嘛，是吧？对，就是外边来火嘛。火烧连营嘛，你觉得能扛得住吗？哇天哪，不会烧着了吧？应该会有，还有会肯定会有阻燃的功能。天哪，我怎么看着有点混淆了，是不是？不会吧？没错，你等会看看吧，阻燃吧。要前功尽弃了。确实。能，应该能。我看着是不是有点混淆了？不是吧？还有雅座。啊，我怎么看上面有点火苗啊？对，好像烧起来了，是，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看，逐步熄灭了，就这边火焰没了，肯定会自动灭。你确定？肯定没问题，绝对的自信。绝对没问题啊！看，你看，逐步就熄了。好像火灾熄灭了。逐步就熄了。绝对扛住了，已经越来越小了。嗯，好像已经灭了啊。对，这效果不错。他竟然能扛得住旁边的房子，自己没有倒，完了还灭了。哎呀，我刚才一个倒下来，把它都烧掉了，是吧？哎呀，我以前在这看到我们这边火烧，这家着了，那一家紧连着都连过去了，就烧了。哎呀，来不及，跑都跑不出来。火力猛，温度高，没想到他太扛住了，坚持下来了。这就是突然的神奇，恭喜！今天谢谢，改进非常成功。在一片喝彩声中，孟凡茂告诉了记者他改进阻燃液的秘密。原来由于之前的阻燃液是水基型，长期与水冲刷会导致阻燃元素流失，而新改进的阻燃剂则属于油基型，它能和油漆等材料混合使用，涂在木材上就具备了防水和防火的双重功效。虽然木房子扛住了大火，但在火场逃生中，比房子更珍贵的是人的生命。那阻燃剂会对人们安全逃生有所帮助吗？当然，这样的结论可不能随便下，我们需要孟凡茂挑战一个高难度测试。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找来消防员，铺开水管，随时准备控制火势。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今天咱们给您可是出了一个难题，来看一下。哇，这是什么？这个出的这个通道，这是火通道。对，这个通道呢，长有18米，宽呢大概有2米左右哈。这个模特，等会我们会给他一样的那个装饰。唯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人一条毛巾被。然后有一条毛巾被可以用你的阻燃液处理一下。你觉得它能保护这个模特从中间穿过去吗？顺利的。按道理说，我想也可以。按道理。对。嗯。能不能？实际呢？实际上我没有做过，真的我从来没有做过。哎，我这个说心虚吧，有点不敢100%肯定。啊，咱们敢试一下。那我能看一下吗？我心里有点虚。难度很大，这又有柴火，又有稻草，嗯，上下这么大的，我这烧起来非常厉害。我们还喷了汽油。啊？
为了引燃。哎呦，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呀，那怎么办？既然到这里了，嗯，那就试试。你可以放弃的哈，因为等会儿一旦输了的话，输了我可以，我再努力改进。但是我既然有这个机会，我挑战一下，一定要试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有信心啊？有。那祝你好运，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假人穿衣之前，我们在贴近身体部位裹了一层保鲜膜，保鲜膜能耐温约50摄氏度，接近人体皮肤，到时可参照保鲜膜状态来推测人体受伤程度。究竟假人能否在这块毛毯的保护下成功逃生吗？过不了。过不了啊？嗯。为什么这么坚决？这么大的火哪里过得了？你说的不行的话，我现在也不敢说，但是按照我的理解肯定是不行的。手跟我前面去。火把一扔，整个火架瞬间燃烧起来，再加上汽油和风向作用，火势很快就窜起来了。我们先是披着普通毛毯的假人，哇，烧起来了，这边哇，烧起来了，火势够大吧？太大了，太大了，这个这边起来，而且今天风也冲天大火，对，而且今天风也不小。哇，我天哪，好大啊这火！我估计这个假人，假人害怕了。现在你看，你看，你看，这真的，哎，这边火多大！天哪，哎呀，看这火我都已经太可怕，太可怕了，我都已经看不到那边了。啊，好吗？可以。准备好了吗？好。那咱们现在，来，3、2、1，走！哇，天哪！啊，烧着了，烧着了！走，咱们到那边去看，咱们到那边去看，看他能不能出去。啊！天哪！出来了吗？哇，什么也没了！天哪！啊！哇呀！哎呀！哇，天哪！啊！完了，完了，出不来了。走过去看看，李老师离得远点。哎，看着看着。不敢，不敢进了，不敢进了。啊！我天哪！不敢，没了，没了，没了。出不来了，完了，人也倒了。哇，这火温度太高了。再高，再高，再高。啊！还能出来吗？要过去吗？我看你看一下，那怎么换人呢？现在来啊，拉回去，拉回去。啊，走了，完了，没想到吧？架子这个架子不行是吧？够呛，够呛啊，够呛。好了，这下连我们再试第二次的机会也不给了。大家都被意料之外的大火状况吓懵了，前后不到5分钟，普通假人化成了灰烬。第二个假人还没来得及进火场，火架已轰然倒塌。孟凡茂心里很不甘心，至少得让自己的假人试一下吧。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大家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在听取了消防官兵的建议后，我们找来直径10厘米的后钢管，设置火道为3米宽，火架周围则铺满了2倍于上次重量、接近500千克的木材和稻草。可是，孟凡茂的假人真的可以吗？同样的假人，假发、保鲜膜。为了公正，现场由观众抽选假人顺序，然后各自用一块毛毯包裹，其中有一块是经过孟凡茂的阻燃剂处理。现在就点火进火场，好不好？嗯，我现在还
太踏实。不太踏实是什么意思？现在你不会想要放弃了吧？现在所有的架子都搭起来了，人都已经弄好了。放弃的我不会放弃。啊。我想有个小提议。啊，您说。因为这个毛毯呢太薄了。嗯。就是我想能不能各加一层，就是如果真需要逃生，我披厚一点可能会更好。你是被国产的温度给吓着了？太高了。大家同意吗？他再加一层。不同意，不同意，不是，就是给这个也加一层，给这个也加一层，同时加，同时加，啊，同时加是可以的，可以变厚一点吧？啊，那行，既然大家同意了，那咱们就加一层，加一层毛巾被，就能过得去了吗？我估计要全部烧掉的。全部烧掉？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本来就是化那个化纤的，那、嗯、见了火了马上就着的，而且假人又是塑料的。你觉得呢？我觉得也过不去。你觉得也过不去啊？那个塑料一烧火马上就化掉了，那天那个烧的光光的。你们觉得呢？我们觉得这一个存在啊，你觉得这个处理过可以的是吗？测试马上开始了，围观的群众都迫切地聚集在出口，等着看假人的结局。好，现在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到位了。对了，就剩最后这一下了。这火一下点着呢很厉害啊。对，心里边反正是不够踏实。不够踏实哈。对，但是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哈。啊，最后一站不会放弃，绝不放弃。好，那咱们现在三二一点火。哇，这烟才是最吓人的。对，浓烟滚滚。火架被六个火把同时点燃，这次没浇汽油，大火燃烧的速度也接近正常。不过不到五分钟，大火已经窜满整个火架。披着普通毛巾被的假人，你准备好了吗？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开车慢一点。哇，这烟太恐怖了！有人已经走那儿了。啊，对对对。哇，他能，我估计已经废了吧。不着急，应该很正常。啊，天哪！烧光了。温度太高了。烧光了。快出来了，快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由于白天火光不是很明显，我们隐约能看到火道中间的假人。会被烧坏吗？快出来了！啊！快走，快走，快走！天哪，真是惨不忍睹！啊，这还在烧呢。行吧，我们赶紧上第二个摩托，好不好？我们过去看第二个摩托。这个摩托准备好了吗？好了。等会儿火势就发生变化了，快点！来，可以拉。那边准备开始拉吧。火势越来越大了，我们依然让假人在火道中停留时间不得小于五分钟。哇，这个烤得太厉害了，走到半中间了，它已经黑了，毯子已经黑了，没事是吧？对，不会着火。啊，你估计这假人还能存活下来吗？应该能，它不会烧起来。不会烧起来是吧？肯定肯定不会烧起来。不大火。对啊。全黑了，你确定？没问题，能行吗？没问题。这一次，孟凡茂依然自信十足。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着了。啊，这个里边还有那个。刚才那个着了，对。刚才那个里边摩托已经烧完了吧？我们看一下里边。哦，一股那个烤羊肉的味道。我化了，看个假发，好，OK，OK，真的不错啊！现在要不要看一看衣服里面？皮肤，你们猜里面的保鲜膜？不是不防火，手臂上肯定是没有了，身上干嘛还有了？手臂上没有，身上有了。哎，你估计呢？我的判断应该还都在，应该都在是吗？对，那可说不好，因为温度特别高，它有可能软了。是的，咱们看一下，好不好？软掉了啊！来，解开这个扣子。来，你看一下，女上哇，那身上都有的啊，有点夸张哈，胳膊上，
看看还在不在。哦，手臂受伤了，手臂有点烧伤了，证明这儿可能那个毛毯没有裹到。嗯，但是如果真人呢，他会手会裹在里面的。咱们把另外一个假人端过来看看。来看看这个，这个确实还有衣服吗？我看一下。你个说呀，哎，遍体鳞伤。哇，还没做到。头发已经变成了这样，他能焦炭了。如果要是人的话，肯定惨不忍睹。重度烧伤，挑战成功了。谢谢。哎呀，恭喜，真是不容易啊！试验成功了，孟凡茂终于可以和家人吃上一顿团聚饭。孟凡茂发明的新型阻燃剂属于无卤低烟环保型阻燃剂。其无色透明的优势不仅适用于古建木材、纤维等阻燃处理，还可结合其他材料做延伸发明，属于环保型阻燃材料领域的一次成功探索。孟先生这个发明案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一个无卤阻燃的配方，这个无卤阻燃对人体和环境都是非常有益的。第二，它是一个透明的阻燃配方，那么对于像古建筑这类不能改变它固有颜色的这些阻燃，这个配方呢具有独特的优势。我的建议是，水基的配方比有机的配方更加环保，所以希望它进一步改进水基配方，提高耐水性，从而取代有机配方。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墨华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小小神沟海中游，点点智慧把鱼收。新手钓鱼抬竿的时候时机不好掌握，而它却可以成功的钓上大鱼。它结构巧妙，十分灵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也能让鱼快速上钩。那么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巧妙设计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极速垂钓。